老铁们都说，二哥你家啥条件呢？天天龙虾，家里就是条件，家里有矿，门框、窗框、眼镜框，有没有双击？这是又干出来啊！烤个迷你小海螺啊，老铁！你们愿吃的香港脚来了，打开尝尝有没有脚气。三八码的，哎呀，这小盒真脆啊，没有脚气、脚裂、脚干，是好吃的。这脚稍微大点，哎呦我去，嗯。十二码的炸香港脚，这小盒，哎呀，这里头带黄，看到没？嗯，可是金毛，哎呦我去，看盒，嗯，像方向盘不，老铁们，没毛病，露个腿啊，法拉利的啊，单说小二老差准。嗯，太鲜了。上部作品就不用双击了，这个给二哥哥双击就行了。来，老铁，有黄双击啊，这完了。哎呀，劲儿大了！哎呀，哎，哎呀，哈，烫手啊！这玩意儿咋吃能好吃啊？要给他吃了，我挠死你！信不信？哎呀，这个不放洗脸盆里，给我好好先养着啊！呀，我来电话。哎，啊啊啊！行，我马上过去。这个我出一趟，你给我放洗脸盆里，好好养着啊！啊，行，你放心吧。啊啊！哎，兔子吃上了，看这啥玩意儿？啊，刚吃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叮叮这玩意儿，这玩意儿可大补，帮俺家扒那些苞米了。我给你做了去啊。今天这啥？哎，灯哥，熟了。哎呀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老铁，章鱼熟啊！现在流行最新型的，啊，这型的啊，还有芝麻，一会儿烤好了等二哥做。老铁，看明白这个螺怎么个情况吗？放了三天了，我看一看怎么回事啊。我煮完放冰箱忘吃了，哎呦，抠不出来了。